怎么样，爸爸？你是不是觉得特别感动呀？感动个屁呀！你明明在我离职之前就已经待在家了呀。盲生，你发现了滑点。什么？我是说，爸爸，你果然比猪聪明很多呀。你该不会以为这是在夸我吧？至少证明了你老板是错的呀。废话少说，快告诉我你为什么没去上学。那个我和你一样被开除了。被开除了？为什么呀？就因为我一不小心打碎了老师的水杯，他就让我明天不要去学校了。这未免也太小题大做了吧。走，爸爸带你回去讨回公道。公道？讨回什么公道？怎么可以因为一只杯子就让你失去学业？怎么可以让我儿子受到如此委屈？今天我必须找你老师好好谈一谈。可是这种委屈我还是挺享受的呀。委屈。喜欢记得关注手游酷玩哦。